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jamin， 我在OBS 敬拜和侍奉了大概有八年多了。OK， 感谢上帝，我要今天要感恩，感谢上帝的信实、良善和祝福。OK， 第一个我就讲那个信实，我在服役之间，我请求上帝，我做了一个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请保守我，让我服侍完监狱的时候出去，不要再走回以前的路了。我感谢上帝，我仍然还享受着那自由，上帝的良善，上帝为我量身定做了这个 OBS 的 service， 我现在就在服侍间，感谢上帝，然后我也要感谢上帝的祝福，你也看到我来这教会的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，现在你看我都好像可以组成了一个篮球队了，真的是感谢上帝，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说。一二三 ，Happy Birthday GMC！